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本期的 iCar360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最新的汽车动态消息和趣闻。2014年 LA 洛杉矶车展 ，Lexus 发布的最新外形优美的概念车款 LFC2， 金黄色的车壳魅力四射，流线的造型以及特别的配色，再加上全触控的控制面板，成为了人们注视的焦点。GM 集团也推出了全新的 Subaru 2X Vision Gran Turismo， 这款车拥有复合式结构底盘以及流线型的前卫造型。最令人惊奇的是它大胆独特的驾驶操控的方式，车手必须整个人头脸向前平躺在车里面操控。Toyota PSV 在北美这个世界上最活跃的汽车市场上，可以说是获得了彻底的成功。在创造了一系列清洁环保节能的第一之后，今天 Prius 依然是牢牢占据着节能霸主的地位。PSV 拥有一台排量为 1.8 升直列四缸智能可变气门铝合金钢体的汽油发动机，输出功率可达到98匹马力，配上一部永磁电机，一个 201.6 伏密封沥青电池为电机供电，
输出功率为80匹马力，混合动力系统的综合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34匹马力。PRS V 采用无级变速箱，它的电动机深度参与油电混合动力系统，其目标就是直接的追求环保和节能，在给予驾驶者顺畅临近的驾驶体验的同时，已实现了世界一流的低油耗和低排放的目的。Prius V 的外观设计富有运动气息，从车头到车尾几乎是由一条完整的流线组成，让人联想到某种飞行器，似乎像插上翅膀就能在空气中飞行了。据称其风阻系数只有 0.29， 良好的空气动力性能必然伴随着出色的低风噪，安静的座舱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方向盘上方没有布置显示的设备，而是在靠近中间的位置布置了综合显示的仪表盘，显示设计新颖，视觉效果自然舒适。这个设计衍生的另一个好处是降低了风挡的位置，增加了前方的视野，操作系统则比较集中，形成良好的人机界面。电子换挡杆操作轻松自如，但是换挡杆自动归位的设计直到还车时都没有习惯，总感觉丢失了哪个步骤，又说不清丢了什么。尽管设计 EV 模式、 ECO 模式和动力模式等，但实际上它们之间从驾驶感受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。一键启动功能在拥挤路况中更显得优势了，在等待交通灯或任何临时停车的情况，发动机都会自动关闭。此外还有变频空调系统以及轻量化引擎和车身设计等，都为节能环保做出了贡献。汽车呢，给人们带来交通便捷的同时啊，使用不当或者不注意容易存在安全的隐患，甚至造成可怕的后果，如自燃、车内物品爆炸、起火等。这里啊，有一个车内物品黑名单，车主们请对照一下吧。很多司机有在车内抽烟的习惯，并且习惯随手把气体打火机放在中控台的杂物架上，但是呢，这正是这个不经意带来的潜在危险。打火机这类灌装压缩气体的物品，在经过高温烘晒之后，塑料盒会因为受热而发生爆炸，一旦与车内的一些油料、易燃物质等接近，引发火灾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。很多人喜欢在车内放一瓶香水来消除汽车内的异物，选择不当很容易造成二次污染，更严重的是车内摆放的香水在夏天容易引起爆炸。专家解释说，酒精是香水主要成分之一，而酒精的特性又是易燃易挥发，一般香水都标有安全使用的环境温度，一般是摄氏45度，其爆炸的临界点为摄氏49度。但是啊，夏天只需阳光照射15分钟，密闭停放的汽车温度就会达到摄氏65度。不少开车族还习惯在车内或后备箱存一些瓶装水，方便随时饮用，但高温会让瓶子里的化学物质变化，使有害物质释出溶进水中，如果长时间饮用会让身体慢慢中毒，对健康非常的不利。此外，碳酸饮料里溶解的气体在高温下会挥发出来，容易造成饮料瓶爆裂，记得把它们随身带走吧。对于一些电子产品来说，如数码相机、 MP3、 手机等，这类物品均由精密的电路板和其他零部件构成，长时间的曝晒会发生鼓包甚至爆炸的危险，所以不要把手机电池、数码相机电池放在车内太阳能够直接晒到的地方。司机在停放车辆中开着空调打盹，这个时候呢，危险也就逼近了。由于汽车门窗密封性较好，车内车外的空气很难进行对流，在汽车停止时空调还在运行，发动机产生的一氧化碳就很可能聚集在车内，让人中毒失去知觉，严重时会造成死亡的。各位观众，你相信动物会开车吗？那下面请大家欣赏一下和动物有关的汽车广告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
Oh no.这次节目又到此为止了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